大家早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，我是苏老师。先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哦！这个礼拜过得蛮快的、哦、因为在端午连假过后回来啊，这个三天的时间让这个行情啊出现了快速度的一个这个上涨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大家去想一件事情嘛，很多人在跟你讲啊，端午节之前告诉你什么哦，会变盘哦，会往下跌哦，结果台北股市一路的创下新高，昨天再度刷新，再度大涨。 昨天晚上，辉达也是呢，再度刷新历史新高，涨了三点多趴，所以今天的 AI 股票谁会上涨？ 好、哦，我们节目会告诉大家，好吗？来，我们来看图卡。所以跟大家来讲一下哈，今天最重要的盘前的发文啊，跟大家讲了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每天早上的盘前，以及呢中午的盘中，以及收盘过后的盘后，我们都会有非常重要的文章在我们的 Light 上面做一个发文的动作。所以呢，想要第一时间得到这些资讯，哦，欢迎各位。 加入我的 Light 账号，在这个地方，大家可以善加的来利用，或者是扫描这个 QR code，用手机打开照相模式扫它哦，一样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Light 里面。那你加入之后呢，你可以每天早上在魏老师我上节目之前啊，其实我也先把所有的资料都整理好放在上面哦，你可以先来看到盘中，你可以知道尾盘什么股票会拉，收盘之后你你会知道隔天的行情会怎么发展。 这样了解吗？我们都会写在前面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我跟大家讲了什么。好好，我跟大家讲，台积电哦，大盘再创历史新高，但是呢，收盘这个涨幅啊，同步有一点做收敛的一个动作。所以怎么看？难道真的短线见高点了吗？我觉得不会，只是说该怎么操作而已、哦。哈，来，昨天的台指期夜盘。 小跌了五十五点，但是呢，费城半导体依然是大涨的哦，大涨了一点四八 percent。那另外呢，像这个博通哦，这个网通的大涨哦，b r o a d m 涨了十二点二七 percent，所以呢，为什么昨天联发科比较强势的原因在这里啊？因为它的一个对于 AI 未来的预期表现非常好，以及呢，它也学辉达，也是一拆死啊，哦，股价也要做一个分割的一个动作啊，所以呢，它的一个股价盘呃这个收盘呢涨了十二点二七 percent，辉达涨了三点五二 percent，代表什么？它分拆过后再度写下新高。 哦，这个是非常振奋人心呐！哦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哦，昨天呢、啊，大盘的一个收盘呢、啊，来到历史新高二二四四零点，但是呢，留下了一百二十八点的上影线，所以昨天的 K 线啊，哦，有点是长这个样子啊，哦，有点像天线宝宝，对不对？留了一个小 K 线，不过我觉得没有关系。我为什么这样讲？来，我们直接来看 K 线有没有关系？我觉得没有关系。为什么没有关系？投票，你看这个地方哦，大家会想说，哎、欸，留了一个上影线啊，有点担心。 但是你回头想一下，这里有没有上影线？有，这里有没有上影线？也有。所以现在上影线其实代表不了什么。现在台北股市冲刺的隔日冲跟当冲客，所以往往会出现上影线，但是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重大的意义啊。你不要想太多，趋势的方向才是我们要看的，好吗？来，所以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哈，来，刚刚的文章我们把它讲完哦。所以各位你看一下来。 哦，现在的但现在你要留意的重点是什么？因为留了一百二十八点的上影线，所以显示什么？有所谓的获利调节的卖压出现。多头指标台积电收盘是收九百哦，盘中创下了九百三十五元的历史新高。那最后是收个黑 K 十字，所以台积电我认为啊，短线上面哦涨多啊会稍微拉回。为什么呢？来我们看一下哦，台积电惯性就是这样子啊，哦它不会天天涨。 它都是用跳空的方式涨，所以你看有没有涨到九百三十五块，留了一个小黑 K。可是我觉得它就是短期可能稍稍微震荡一下了，没有关系，震荡下后面还是会往上。只是说这一两天它如果有震荡拉回，诶，那就是各位什么布局的好时间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继续来讲哦。那你看一下方向都不会变啊，我只是把一些细微的跟大家讲哦，因为你说呃这些细微的东西重不重要？我觉得很重要，为什么？ 你要有完整的所谓的细节，你都能够做到，你才能够成就重大的获利跟成就。你这样了解吗？你如果细节都不重视，各位每一个小波段你都不重视，你怎么抓到大趋势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为什么细节我都会跟你讲，这样懂吗？好，所以我们再看哦，来，所以接下来是什么？台这个大盘的支撑点在哪里？二二零九四哦，这个点呢，原则上只要不破之前，量能不要过度的放大哦，因为其实昨天的量。 稍微大了一点点，我们昨天盘前不就跟各位预测吗？量一定会大，那你不要太 over 就好了。昨天的量还可以接受了昨天量多少？来，昨天的量是这个五千一百六十九亿。 还可以接受了哈，因为毕竟是跳空大涨，而且又是涨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这三档全值股票，所以呢量增啊是正常的哈，只要不要在短期内连续的爆量化，我觉得应该是还好，就留意二二零九四哦这个相关的位置点就好了。好，来再我们看哦这个昨天啊国际股市的表现，费城半导体哦我们刚才讲过了嘛，创下新高。 辉达哦，来到了一二九点八元了、啊。经过这个股价的调整过后啊，股价持续创下新高。博通涨了十二点二七 percent，台指期夜盘小跌五十五点哦，没有什么太大影响。主要什么？昨天联发科，所以你看哦，博通去涨是谁？因为联发科啊，两个互相的一个回应啊。所以你看联发科，我们这个波段的持股啊，持续性的获利啊，涨到多少？涨到了一千四百元呢。哦，真的是很漂亮。 持续的一个大涨，创下了一个破段的一个新高，甚至是历史的新高。来，我们再看，所以你今天要注意什么股票？哦，很重要、啊，重头戏在这边啊，大盘我们跟各位讲完，其实我们不用花太多太多时间讲，我都跟各位讲重点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续涨股票有谁？哦，九鼎电力来，这一档我也不是第一次讲了，对不对？三洋半导体、讯星 KY。 正威、彩玉，吼，这个是你要留意续强的股票，吼、哦，这些股票昨天啊表现都相当不错，像这一档涨停就它涨停涨停，对不对你看这些股票，我都是事先先讲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哦，魏老师这些股票，对呢，都事先讲，哎，你不会觉得说呃很陌生，从来没有讲过，不会。你看我前几天的文章，我绝对有讲。那你再看一下来，带量转强的有谁？三一零五的文茂，四九六八的利基，金源电子、以盛 KY。 全新哦，所以我跟各位讲，你操作上面要怎么看续强股票，你可以视为一个波段式的操作，对不对？你要等它稍微有拉回或震荡或没涨的时候，你进去买，各位，你很快就会赚钱。各位对不对？不是说啊，续强股票你今天马上去追，不是，它是一个趋势方向多头，有没有？前两天讯息 KY 也没涨啊，升阳半导体也没涨啊，可是昨天全部涨停啊，也就是说你要趁它没动的时候去布局，不见得要拉回，因为现在盘不不一定会拉回嘛。 它没动的时候你就布局，你就容易赚钱。那如果说短线要做什么，你要看这个带量转强的，好，这是刚转强的，对。所以我跟各位讲说，为什么我会吼？如果有新的会员朋友加入，我会比较倾向于先带你做中股票，为什么？风险低，获利又高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？高风险高报酬嘛，对不对？它还是会让你大赚，但是毕竟都在高档，哦，每个人的风险承受度不一样，哦，这我必须考量进去。 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会带你做这个带量转强的有没有？比如说像昨天啊，全新工到涨停板，大家都赚钱嘛，是不是很开心？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来，哦，创新高的股票谁？联发科、新日新、世纪钢会有精彩细微，哎、欸，这些通通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嘛？有没有？所以我说过，我们的阵容股票就是这些，我们的明星队阵容就是这些。哦，我把它坚守的很好，我把它顾得很好啊，我就看这些股票啊，各位了解吗？ 这些股票就可以让你赚大钱了哦，你不用去看其他的，都不需要，这些就让你赚大钱了，最强最标的股票都在我们的标股站，包每天盘前、盘中、盘后的分析全部写在上面，我们都事先讲，对不对？这个文章各位去投投没有？早上六点，早一点就五点多，晚一点点六点出头，我一定会发给大家，你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对你的操作，我相信绝对有帮助。好，所以我们的文章内容要看，OK？好，所以你看，这是创新高的。 再来是高档强势整理的十全、振华电、所罗门、光盛。一拳哦，你有们有觉得诶、欸、好像只有一拳我比较少讲啊，对不对？江坦白，你是我的老粉丝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是我的忠实观众朋友，你一定知道嘛。一拳我前几天没有讲了、啊，可是呢，它最近蛮强的，高档强势整理，我觉得你可以留意。可是你看，像十全、振华电、所罗门、光盛，我是不是天天讲？没错吧？我天天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我们的节目啊。 值得大家持续性在做留意啦。那你看转弱的股票也有哦，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，高档出量反转的有谁？GE 長、长隆钢、宝雅必应、提维 C 哦，这些股票是本来还算强势在涨，可是昨天都突然一根黑 K 棒。 跌下来，那怎么办？这些股票很简单，它必须在三天之内创高。如果没有办法，短线它就整理转弱。很简单，如果你手上这些股票的，你就这样做啊。还是不清楚的哦，加我们的来好吗？好、哦，先跟大家来讲来。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是呃强的股票，弱的股票，我们都跟大家来讲。大盘我们刚刚也解过了哈、哦，昨天的大盘涨了两百六十六、两百三十六呃六十三点了哈、哦，那留了一个长长的上影线。那我刚才讲过，没有太大的关系。 哦，不要不要，没有沒有,没有重重大影响，重点还是在选股，重点还是在个股。投票，你看了这么多分析师的节目，从早上看到盘中，看到下午，看到晚上，希望得到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要涨口袋，不只要涨知识，我们也要涨口袋。你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大家想要什么？老师，你告诉我今天什么股票会涨？明天什么股票会涨？下个礼拜什么股票会涨？对不对？我相信大家想知道的就是这件事情。 那我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，每天我都不断做，每天不断的预测、不断的验证、预测、验证。我说真的，这蛮难的呢。可是我还是愿意这样做。那你会发觉，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这样做，只有我这样做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难度很高啦。那我认为我的专业度够，那我也愿意这样做。对，你看谁每天早上六点、五点多、六点跟你发文？同学们，你懂我意思吗？ 这这个其实没有没有一个过人的毅力吼，跟专业度是很难办到的。所以你看一下吼，来，再像昨天呐、啊，六月十三号有没有盘前的发文？哦，来我换个红色的吼，六月十三号的盘前发文有没有？我跟各位讲什么？多方格局延续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留意什么？A I C P O 网通、同摩基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是连续三个礼拜全部涨 A I 股，只是。 涨的股票不一样，可是重点全部都在 AI 股。我有没有跟你讲其他的股票都没有，全部都是 AI 股，对不对？这三个礼拜以来有没有完全验证？对吧？好，我们再看下去哦。来，哦，所以其实我每天为什么能够把所有的资金的板块的挪移很清楚、很快速、很明确的告诉大家？因为我每天一千七百多辆公司我都研究一遍，很快速的扫过一遍资金的转换、筹码的移动。 板块的位移，我都很快速的看一千七百多档公司，我每天去无存金，你看一下去无存金来，比如说像昨天的这些股票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去无存金，大概就剩十几档而已，一千七百多档公司哦，我帮你去无存金，所以你说我们的文章值不值得你看？我觉得物超所值，我觉得真的是啊，非非常，就没有人写的跟我一样了，我只能这样讲了哦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一下有没有新日新昨天的表现。 振华电、升阳半导体、晶材、实权会友，哦，真的都超级强！来再来，振威有没有？一登、四季刚、全新、龙芯、智威，这你自己看，我们的文章全部都提过。哦，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帮我做见证啊！哦，不是说我们每天事后盘后才跟你马后炮，我们都事先讲，各位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嘛，所以我说为什么要布局这些什么还没有涨的？ 不见得是很低啦，我只能这样讲啊，因为现在行情，它股票很低就有问题嘛。对我们，我没有很倾向落后补涨，但是我会比较倾向什么？倾向整理完转强的，好、哦，然后有题材基本面的这种股票，我们来操作，我觉得就蛮适合的，好、哦，蛮适合就是散户朋友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再我一向强调，我们从散户观点做出发，散户投资朋友到底想要什么？那你需要的是什么？那什么样的做法你可以接受？这是我每天都在思考的事情。 那你你想要看到什么样的节目内容？这我也是每天都跟我的这个研究团队开会啊，我也是每天在想这件事情啊。所以你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我每天节目的内容都会有一些些微调，就是我不断在修正，想要把我们节目做到更好，想要让更好、更好、更标的股票呈现给大家嘛。所以你看，像正威，你看昨天又大涨嘛，对不对？昨天又攻到涨停。那为什么它股价表现会这么强？因为它现在你你知道吗？现在前一阵有个消息嘛。 他跟辉达在高雄要设立什么？要设立运算中心吗？他要做算力出租，跟谁一样？三三一二的红一股，各位记得我之前讲过红一股嘛，对不对？他做算力出租，红一股跟美超伟买了五十五台伺服器，花了五十五亿新台币，就是要用租的。那为什么要用租的？因为不是每一家公司、每一个企业，他都有办法去买 AI 伺服器。 你 A I 服务器，你光是搭了一个辉达的 G 2两百，就要价一台就一亿啊，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够买啊，所以那怎么办？哎，可能又需要 A I 的算力怎么办？像一些比如说新创公司、动画公司、哦，影音制作公司，他们很需要 A I 啊，但是他们又没有上，又不是上市规公司，你动不动加一亿花下去，很难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办？我用租的、啊，租的，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做。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嘛，所以现在正威就是这样在做，你知道了解吗？所以正威现在也走入这样的模式了，所以为什么它股价能强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原因。其二在什么？它不管是技术面、基本面、筹码面全部翻多。我讲过这十二大指标，它全部翻多。之前我跟各位讲的银广，有没有？银广是不是开始涨？是不是开始飙？那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这个盖牌股票，它已经开始默默在涨，有没有默默在涨？来，你自己看，对不对？ 我们是,不是跟各位讲过，这一档我会带会员布局，我是不是讲过我会带会员布局？对吧？我是不是讲过？对哦，好，所以我们再看昨天盘中，我跟大家讲过什么？吼，来，我跟我跟大家讲，盘中注意什么？稳茂、精彩科、世纪刚讯芯、正基、利基，哦，这些股票我们都跟大家讲。你看哦，昨天这些股票盘中的表现有没有非常强势？哦，这是我们在盘中的时间跟大家来讲，所以你要知道说，哎，我今天盘中。 告诉你这些讯息，让让你知道，哎，尾盘什么股票有机会啦，哎，这个说真的也很难呢，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这样做。我每天都这样说，你只要是成为我们的粉丝好友，你就知道我每天都这样做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大家才是有实质上的帮助啊！你可以先来验证一下温老师的实力，对不对？哦，不是，你看盘后啊，大家每个都很厉害嘛，对不对？盘前怎么样预测？盘中怎么样预测？有没有验证？我觉得这是大家观察的重点。 这样了解吗？好吗？哦，所以各位，你要看一下来，再来，你看六月十二号的盘前发文，盘前分析来，你看我有没有写九鼎电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跟你讲，龙兴有没有？生全、石塑工业、金财、新日新、光盛、会友、世纪刚石泉、振华电、所罗门，我哪一档没写？这是六月十二号盘前，端午节回来之后的第一个、呃，第二个交易日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十四号嘛，十三、十二嘛，对啊。 对不对？在我们有没有提到写？所以我才讲过，我们文章都留在上面，你可以回去爬文，回去看，你就可以一步一步验验证温老师我所讲的股票，我们所讲的内容对大家的操作到底有没有帮助？一定有帮助。头尾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们跟各位讲的都是一时之选，明星对阵容，全台北股市最强的股票都在我们节目当中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一下，我每天这样看哦。 我真的花很多时间研究，好，所以我把所有的精华浓缩起来分享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所以接下来想要了解更多的讯息的话，欢迎大家好留意我们这个相关的账号，加入我们的 l i t 当中，你就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讯息，好吧？我们休息一下，带回来。 好，想要每天在盘前、盘中、盘后得到第一手我们最新的文章内容，欢迎大家哦，留意我们相关的 Light 的账号，在这个地方，或者是把你的手机的照相模式打开，扫描我们这个 QR code 哈，有个条码出来，你给它点一下，就可以加入我们的 Light 相关的内容哦，你都可以看到最新的文章了。来，我们再看图卡，所以你看一下哈，这是六月十二号，你看，昨天我们跟各位讲，像索罗门、石泉、龙兴、会友、阳华、元泰这些股票。 你看，这十二号我们都提前了，盘前六点钟，早一点五点多我就发文了。好、哦，这个一定一定要具备，真的要专业啊，还要有把握啊。一千七百多档公司，我去无存精，跟大家来讲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看，哎，我们来看看所罗门，昨天创新高，可是收盘跌两趴，对不对？该怎么看？前一天出关之前攻涨停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？怎么看？来，我跟大家讲一样的道理哦，为什么？ 他现在就守在这个地方哦，很简单，一样越线这个地方还会不会再破？我觉得几率不高了啦。万一如果再破，我还是跟各位讲，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昨天有出量啊，昨天没出量。昨天它是开高，但是慢慢尾盘收低，有没有出量？没有出量，这是重点。所以它不是出货量，它是进货量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我今天讲的讲得很白了，吼，来，所以你看上一次。 九十块的时候，很多人在那边看空，很多人在那边放空。结果我文章都写很清楚，不要因为它破月线你就放空。你会从多少？从九十块，那些人从九十块被割到一百八。现在一模一模一样情况出现，来，我问你，买在月线到今天有没有赚钱？有没有赚钱？是不是赚钱？各位对不对？所以我我都其实哦，看节目你都能能都还能够赚到钱 不错啦，对不对？哈，我都讲很白了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所以我们再看六月十二号的盘前发盘中的发文，哦，在中午的时间盘中的发文，对我跟各位讲，刘意水、新复星、台光电、金彩貌、玉金光，来，六月十二号我就讲了，昨天喷出去，前天又喷出去，各位对不对？三三七四的精彩啊，这股价表现也是干嘛？也是相当的凌厉嘛，哦，我们再看一下，来，哦，没有像新复星也是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像这个三三七四的精彩。 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价的一个表现哦。最近表现是方非常的强劲啊！你看一下有没有哦？对不对？哦，真的是很厉害、啊，很飙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事先跟大家讲。来，再来看六月六号盘中发文哦，六月十一号一样嘛。光盛深、深权实权智威和计会哦，你有没有觉得诶喂，老师就是这些股票嘛？对不对？而且都是什么？都是 AI 股，都是电子股居多。我有没有跟你讲，其他的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因为为什么？我知道主流就在这个地方啊。 你站在主流的肩膀上面，各位，你赚钱就会容易嘛？懂吗？好，所以你要这样做好吗？你不要不要受到其他影响，重点还是在 AI 股票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一下来，六月十一号盘前发文来注意看有没有光盛、深全、石塑工业、惠友、富桥，这個、我都写了嘛？有没有智威？对不对？我们都先写十一号哦，十一号我们就写了，你自己看哦。新日新、石全世界有没有世纪刚。 所罗门、罗森、振华店、雷科，你看一下，这是六月十一号。各位，你可以回去爬文，爬文怎么爬？知道吗？手机拿出来往上滑，看我之前发文，我六月十一号我有没有发这个文？各位新来投资好，你都可以去看。那你看看今天这些股票的表现，经过了四天之后，哦，真的咧，超级强啊！你看，短线上面创高会回档了，我也提醒你，对吧？哦，所以涨的跌的。 转强的、转弱的，我们的文章通通会写，非常重要哈。那你看六月十一号的盘中一样嘛，注意什么？振华电，有没有富士达、台康生技哦？这些股票是不是开始动了？对，好，再来是六月七号。所以你看，你看我们就像演连续剧一样啊。有没有？我是不是从六月十三号，我从我先从预测今天的盘面开始，然后一直往前推，往前推，往前推，前推我把每一天的盘我怎么写我都给你看。 这是不断的回溯，不断的预测验证。我跟你讲，这真的超级难，但是我做得到，我也愿意做，所以我希望把这样的资讯跟所有的好朋友做分享嘛。各位对不对？我们就每天这样做啊，你会看到，哎，我每天都这样做啊。跌的我也会告诉你，有没有高档反转的？像什么啊，祁、呃、阳、典范、元刚、爱讯、岳峰啊，对不对？这些短线见高点的，我们都事先提醒你，是不是都回档？你看全部都回档，没有一档例外，全部回档。 投票自己看，没有错吧？那我们再看一下，来，好，那你看六月七号的盘中，我就跟你讲谁，我就跟你讲实权嘛。六月七号哦，你注意看哦，来，六月七号，你看今天今天的实权在哪里？今天在哪里？今天在这里啊。六月七号，各位投票，那个时候股价才一百四，今天已经一百七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看后面的盘面的状况哦，大家要善加利用啊。像红海，我们也讲、啊，你看来这边我们写红海。 有没有旭祥？股票？红海有没有红海？红海都快看到两百块了呢，对，都快看到两百块，你没有听错真的呢，哦，这些这些相关重要的内容跟资讯，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跟所有的投资好朋友多分享。看盘中的发文，我们都讲，所以今天盘中什么股票有机会做表现，我们的相关文章内容千万不要错过哦。祝福大家操作顺利，赚大钱，周末愉快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